OK，好，关于我上次讨论 UR 真田的，我们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这个是我的2060打3646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我的 UR 真田啊，装备好不好？什么100 SR，什么135等啊，随便乱穿啊，随便乱装啊，这个是属性啊，血攻击防御修行才8。啊，御城随便乱御，好不好？这个有跟没有一样啊，什么黄金薪火才2啊，好感度甚至没满啊，什么2000啊，再来嘞，哎呦，对，他甚至是火二的哦，只有火二，我的奥义都还没增强嘞，然后这位帅哥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你借当例子啊啊，3600啊，3600 SSR 全套，内衣是白色恋人配追忆哦，追求数值嘛，哦，宝具哦都是红色的哦，还有加攻击嘞，这是数值哦，哦，看到没有，血量、攻击、防御。超扯，好不好？到底是什么鬼啊？这个是……哦，他会回复嘛？他会回血嘛？然后这个火二呢？哦，就是这个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，哦，会一样会回血，回血跟回怒，就是刚刚我复活那一次嘛。对，然后被打不会痛，哦，是盾，哦，伤害也还降低，哦，啊，大招还好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火山，大招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个就是平常哦，这个回怒，还有增伤跟免伤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哇，真田的单挑真的是子龙，你可以下课了，子龙拜拜。